過緊橋啦 ，Brooklyn Bridge。政府道啊，有海景噶。哇，幾大型啊！呢啲屋苑，依家唐人街噶啦，唐人街咧就係跟住，呢個話最核突嘅樓啊，呢一個 Verizon 哇，最肉酸啊，係幾核突嘅真係。你呢度行過去唐人街咯，遠處就係見唔見到？係啦，望到最近嗰度就唐人街啦，跟住呢度法庭中心，呢一間 High School。跟住就係政府，隔離嘅政府樓，警局啊嗰啲咁。啊，呢個 building 話好靚嘅喎，呢個 building 咧，呢度啲叫做judicial 即係法庭中心。在交叉路口繼續向左。好啦，嗱呢度望翻去布魯頓橋，到啦。我哋到咗曼哈頓啦。呢個就是話最核突的大樓，375 Pearl Street。你知道左邊啊？左邊這個左邊那個最 ugly 啊！就人家說最醜怪的大樓 ，Verizon。那個？對，左邊不是政府，对，这个是 Verizon 电话公司的大楼。哦，这个是 Verizon 公司吗？对 ，Verizon。他们说是最丑陋，最丑陋的公司。对，大楼。哦。可怜啊。不知道。应该是纽约。呢度已经 block 住唔俾入啦。好啦，呢个政府楼，哇，好靓啦！政府楼呢啲几靓，唐街啊嗰边就系、是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向呢个嘅 Fulton Street 嗰度过，好快啊！嗱，呢个就是底层，欣赏下啲结构。呢个系底，入边摆好多嘢嘅，布鲁唔大。他们在里面放了很多东西的，在这桥墩呢，在里面呢放了很多东西，对，政府的东西。不知道，我就会看见他们放进去嘛。他们也以前是乱七八糟，现在弄好了。那个就是布鲁顿桥入口。呢啲系咪政府楼啊？呢啲 co-op 啊，应该。这边很多政府楼。系好多政府楼，但呢个唔似啊。好啦，咁呢个就 Fulton Street 啊，对镜望变咗布鲁顿啦，佢又要改建。喂，现在这个墙都改啦，墙都没有啦，拿走了。我左边啊，依些冇啦，唔知道之前系咩咧。好啦，我哋嚟到 Fulton Street， 向右转。咁咧，去睇下呢一个Titanic Lighthouse。左边这个是铁达尼啊 ，Titanic Lighthouse 啊。呢个 Fulton Street。好了，行驶800英尺后，您的目的地就在左侧。到了，马上到了。前面就是这个 Well Tree 呢，世贸啊，世贸大楼呀。前面你看见了，这个，这里看就看得很清楚。好啦，呢度卖花，呢个就是日本人的超级市场，韩国人。看见了没有啊？哎呀，反光天！您的目的地在左侧。到啦。那到这里。好了，谢谢。到这里了。到了。